恁查某囝体内药啊成分已经检验出来，总算是取得解药。哎，解药！解药！伊个解药一条出来，第一个时间就走来找我，哪有这么拄好的代志？敢讲白衣有见过？有看到迄家行李无？只要我一句话，你家小就去啊！我唔相信你敢做这么失控的代志。你当试看卖，伊是我的查某囝，我什么代志都做会出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好啊声。你俩主公偷偷把刀剑收走，就无代志啊！我是绝对无可能，让你知影一点啦！你免浪费时间。哎，是哪里紧张？娘，多拉说他想要当姐姐，我们不要让他失望，好不好？假使赵天宇真正离婚啊，我敢卖给伊机会。我相信伊对我有感情，我对伊嘛同款。啊，不过我敢有办法接受伊？恁查某囝体内药啊成分已经检验出来，所以我的查某囝有救啊。因为这个新的药啊，所以有较麻烦，也毋过总算是取得解药啊。那安尼，咱一定去救我的查某囝。沈芳姿，脚手夹妹，真好酸嘛。哎，你们说，哎，别管，过来，我得回家。你敢有啊有啊？你敢有啊？你敢有啊？好，我好你。等下就好了，这个吴家秀。都可以理解，这件代志我当作无发生过，万别搁较为难。既然你决定用阿伯别人的手段来维持这个家的和谐，甲惠玲的幸福，你都要付出相对的代价。你叫庄正浩甲查某囝注射迄物件，不是解药，是毒药。你这个精神，你无资格做伊的爸爸。李荣光进前本来想要甲心脏查某囝处理了，啊，毋过这摆。伊竟然算会出来，心脏的又找永兴医院药剂师调解药啊！伊个解药一调出来，第一个时间就走来找麻烦，哪有这么拄好的代志？为着救我的查某囝，什么条件我拢愿意。大姐，你回家到底几点钟啊？安怎啊？都为我们的，只要安尼看起来，我以为开始无问题，伊真正有。